的国际生到东华大学来，我们一定可以提供一个宿舍位置给他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华语文教育也跟我们的文化之旅紧密的结合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际生在我们学校修习完课程以后，他们对华语文的应用跟台湾文化的认知也有一定的程度。我爱东华，都有东华。是呀，金德中华。呀，留不留东华？只能东华国，你得怎么叫法嘞？是呀，阿妈们金大一 University 东华。是真东华，没有东华，我就东华不好再吃力的。真东华，对东华太实在。我们爱东华，我爱东华，我们爱东华 University。